TVB 新剧集《廉政行动2022》将于5月首播。今天20日，一众主演包括袁伟豪、蔡思贝等出席剧集宣传活动。剧集快要首播，众演员都表示相当期待，开心之余还大玩乒乓球游戏，现场气氛十分轻松愉悦。袁伟豪透露，剧集杀青后一直在家休假，期间都和小11岁的娇妻张宝儿黏在一起，过上甜蜜幸福的二人世界。也常常跟我太太去到处逛，因为我跟她是每一天都差不多都在一起啊，对，不论是她有工作或者是她要做什么事情，我也会在旁边陪着她。虽然接下来的空余时间比较多，但提及夫妻二人的造人计划，袁伟豪则因担心疫情显得有些忧心，表示生孩子的事情还是随缘比较好一点。我觉得这个就随缘吧，对对对，但是有时候看着这个疫情是什么严重，我都有一些担心的，那所以随缘吧。